去哪里了呢？是在找我吗？找到你了。你真是充满惊喜。这是什么被捉住就要乖乖回答问题的游戏吗？你生气了吗？激怒你似乎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你是第一个让我产生这样兴趣的人。你很有劲好吗？我会收敛一些的，毕竟你是黑海岸交给我的任务目标。是啊，我是黑海岸的植花，这朵黑花就是植花的标志，也象征着植花救世的职责与使命。黑海岸的规矩就是这样咯。黑海岸的目的是什么来着？尽可能招募更多的贤能，拯救危在旦夕的世界。怎么样，你有兴趣吗？我对这个确实没什么兴趣啦。如果世界明天就爆炸，那为何不趁着今日尽心无拘无束的追啊？虽然我是很花园中孕育着无数青色的果实，而我的使命就是这样带到果，和泰提斯所说的一样。总之你不用担心，相反这段时间我可是有好好保护你，替你清除各种暗中的障碍哦。可别把我跟残星会相提并论，我并不在乎他们的立场，但如果他们妄图把手伸到你身，只是用了点小伎俩就把他们的人办得团团，哎呀，难道你没发现你和那个龙女的深夜会面能顺利进行是回答了你只是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不，没什么，我会继续关注着你啊。我是春日，下次别那么快再被我抓住了。跑得真快。